再来关注10月6号周三，大华九九超市在湾区 Fremont 新店开张，吸引很多民众前来体验。湾区 Fremont 新店开张有很多优惠，开业当天前200名顾客，10月7号、8号前150名顾客都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。新店占地6万平方英尺，有各种丰富的食品，在肉类区有各种猪肉、牛肉和鸡肉，冷冻柜里还有很多适合吃火锅的牛肉卷和羊肉卷。蔬菜区有各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烘焙区有各式面包和糕点，熟食区已经排了很多人，这里有广式的烤鸭、乳猪、各式卤味和点心等，还有网红的人气美食区。很方便呢、太方便了，以前去大华比较远一点，要去 Milpitas 或者 Fremont 的北面，然后现在只有5分钟，对我们来说是方便，应该是在我逛的这几个里面现在最大的吧，然后东西也蛮全的，刚开业，然后东西也便宜。新店还有一个特色是有一个 Eat Up 美食广场，这里有海南鸡肉饭、日本拉面等美食，还有特色的啤酒 bar， 预计美食广场会在1到2周内全部开放。新店宽敞明亮，各种食品、日用品种类丰富，摆放整齐，置身其中感觉非常舒服。这家分店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，我们的内部的这些装修呢，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做法，就是说我们的灯光啦、内部的颜色的一个配搭啦、货品的摆放啦，这些都是一个以新的一个概念来做。新店开业起有诸多的优惠，比如从周一到周五购物满60元，周末购物满80元，都可以获得双重的抵用券。还有每周二长者优惠日、周五大学生优惠日，都可以享受5%的折扣等。更多详情可以了解大华九九网站。新店位于 Fremont 市南部，在 Warm Springs 购物广场内，位于 Mission Boulevard 和 Warm Springs Boulevard 的交界。新唐记者景亚兰、李莹莹，湾区费里蒙采访报道。